I now invite His Excellency Mr. V. He, Deputy Speaker, China, for his keynote address. Thank you very much. 尊敬的主席阁下，各位参会代表，非常高兴来到新德里出席本届20国集团议长会议，在此感谢印度主办方和各国议会联盟对本次会议的周到组织和安排。 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发展事业面临着严重挑战。今年是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中期评估点。不久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发出加速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振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有力声音，这充分体现了各国的 共同意愿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20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汇集世界主要经济体，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推动全球发展重归正轨。 这也是国际社会对20国集团的期待。习近平主席指出，20国集团要推动更加包容、更加普惠、更有韧性的全球发展，为20国集团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提出了中国方案。 上个月，20国集团新德里峰会成功举行。中国政府李强总理倡导20国集团做推动全球经济复苏、开放合作、可持续发展的伙伴。这一倡议得到了各方的积极支持。 峰会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支持，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这些共识应该尽快落到实处。20国集团立法机构应加强沟通交流，共同推动 把发展问题置于合作的中心位置，支持20国集团采取更多行动，为全球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此，我愿提出3点看法：第一，坚持发展优先，不让任何人掉队。 要推动构建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让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20国集团应实施好全球绿色发展协议和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计划。发达国家要在资金、 技术、能力建设方面，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特殊处境国家的支持，切实履行
官方发展援助和气候融资的承诺。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推动国际社会聚焦发展问题，加速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目前中国已同70多个国家组建了全球发展倡议挚友小组，已经建立了总额为40亿美元的合作基金，决定开展100多个合作项目来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这将进一步加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繁荣。第二，坚持团结合作，不搞分裂对抗。人类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应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携手应对挑战，合作开创未来。20国集团要坚持国际经济合作论坛的定位，加强国家间宏观政策的协调，维护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安全，在应对气候变化、减贫、粮食、能源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信心、提供动力，共同营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环境。第三，坚持包容开放，反对封闭排他，要积极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支持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坚决反对经贸问题政治化，反对脱钩断链、筑墙设垒，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中方即将举办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凝聚更多共识，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更大的动力。各位同事，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整体回升向好，国内消费活力进一步释放，展现了强大的韧性和发展活力。中国将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全球事业注入更大的活力和动力。中国愿同各方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共创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继续同各国立法机构加强合作交流，共同为促进世界繁荣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与贡献。感谢各位的关注。Thank you, His Excellency.